今朝天光之后，维园年宵市场仍然有档主争取最后嘅机会推销产品。有卖羊年公仔嘅摊档，朝早七点几，档主仍然系落力叫卖啊，希望可以将啲货尽快卖晒，唔使带走。另外喺卖莲花嘅摊档，留低咗一盆盆嘅莲花，有桃花同埋五代同堂等等。有市民特登嚟到呢一度执平货。当局在大约八点钟开始安排食环署人员陆续在维园进行清理。至于昨晚维园年宵假热闹情况，由林友达和郑思思带大家看看。一隻羊，两隻羊，羊咩咩，羊咩咩，佢要加60蚊。维园羊年这个场数之不尽，这么多隻羊，两个小朋友一人带一只，抬唔抬得起噶？为求突出，有人化身雪糕送上甜蜜。羊年喎，鸡立羊群搞边铺？我哋卖嘅信念，送嘅小鸡啦，系啦，所以我哋希望卖鸡咧，食呢样嘢咧，话俾香港人知，我哋要拒绝羊群心理。但系唔少档口都坚持卖羊。我哋挂羊头卖羊肠，有你买羊奶，我哋真有几买。咁年宵都嚟到尾声啦，好多档摊啦都减价促销，咁好多人咧都嗌到声都沙，你哋话系咪啊？系。哇，我哋呢度真系喜气洋洋，日日四方。好多铺头都想喜气洋洋啊，但要吸引客人咧，有人就会奇招突出啦。天气回暖，小花都已经开晒，水仙10蚊就有一球，68蚊包你五袋同糖。步步高升嘅剑兰更加跌到成本价，因为我哋攞翻嚟嘅成本价，如果你再唔卖，你抌咗佢，连成本价都冇。维园年宵越夜越多人，唔论刚收货到凌晨时间，依然逼到插针都插唔入啊！有线电视记者郑思思、林友达报道。